好音质，用酷我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冯建宇。我的最新生日 EP《曾以为》即将跟大家见面了。这张音乐作品可以说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准备，也是2019年我送给你们的一份礼物。所以现在呢，我特别期待和你们见面的那一天，希望你们也能同我一同期待。继续上酷我音乐，这是我吧。